小港飞扬宫主帅布衣尊王，搁叫做红公。庙的元气是来自囡仔拜托王啊。其中一个红啊契机，只是讲红公要住家。后来有前面葫芦胖子的时阵，定来断线，嘛求托王啊保庇，果然顺利来接报。村民都合组建宫，将托王啊放伫金身内底。伫当地有请红公到处理的风俗，不管是婚丧喜庆，只要宝贝证实红公同意，都当真硬请。婚事动怒，你丧事是请红公来顶啊排面啊。就是讲风吹断了线，家火气一半。为何请人讲爱放风吹？有阵老爷要娶小姨，亲家要办丧事，两家伙也烧在请人讲来做客。为什么等到害人讲失去法力？像声小弟放十趟一路，叫做阿兄来娶千金。人讲替温暖身份，伊煞变做冤魂的假人。千金见唔着人，胖一路爱唔着人。人讲为何会应验？请收看今仔日的《戏说台湾》，尊龙公解阴面线。阿公啊，为细汉好心的啊，出国伫咧外地，伫念着传染病，煞来过往去，啊，不过想袂到，伊连死体都无运送倒来，我这个做老母的看，就安尼去予人毁坏去，我唔甘的。是啦，阿公，你若是愿意来阮家，就让阮顺利，把我阿爷后事办啊好，请你给我一个想法。王老爷，你安尼有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无啊，你是耳孔哦，夹肿带伤重要。啊，你敢唔知今仔我要娶细姨？是喜事呢，迄红公爱我请唔请到？你搞咧烧钱啥个哈？无咯，王老爷，咱算来嘛是亲家啊，是不是会当先给我参详一下？无心头参详的啦，我和你讲哦，你莫带空嘴薄舌，啥了后边人讲话哦。啊，你是破坏阮查囝名声，你知影？阿伯啊，代志哦一桩归一桩呐，若是要得到红公的同意哦。嘛是爱照规矩跋杯，得到人讲的同意才会动的啊！你听嘞，快跋杯啦！好啦，照规矩，照规矩，我陪恁算哈。阿哥啊，退出来，注意看哦。哎，看慢点。来，看者。金没有。阮老爷忙无时春作势啦，所以小妹用钱嘛啊，你知无？你有在听无？正顺金派哦，嘿嘿嘿，嘿，阿公哦，若知影我用这顺金的哦，甲跋杯哦，伊就知影我的心意啊。参照你用到这茶客的，这尼啊无心意，阿哥啊，好。小姐这杯我真是，可能我大讲了无清楚了，哎，不算。哎，对，来，老爷。哎，那得别干。
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这个王千贵真是欺人太甚，本王若无替你家母仔囝讨回一个公道，就愧对我保境安民的职责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阿爸，你是你创啥啦？哎呀，顶起来啦！哦，阿哥生气了，阿爸，你卖伫只玻璃出脑啦？哦，蜜桃啊，你哪会来啦？哦，你吼，伤欺负人啊啦！啊，伊实在看袂落去，总爱甲我讲，你伫飞鸿宫遮乱，阁为难林静怡办后事呢？我哪有啦？那是两个母囝，有咧要甲我抢车红光，我有咧要叫一个金仔杯摔者哦，够尴尬。阿母，真歹势啦，无我先从阿爸来转，你着放心替恁阿办后事啦。蜜桃，多谢你啦，予恁阿会当有红光的保庇，一路好行。皮秀，你莫安尼讲啦，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啊。蜜桃啊，多谢你啦！我年前会当找到你这么好的查囡仔，算是吼对世人小好友，以及真有福气。哎呀，这啦，我跟你讲，这件亲事我无答应啦。阿爸，你若是无答应这件婚事，我以后就莫插你啊啦。无咯，蜜桃啊，你唔插我，什么插我？哎，去啊！王老爷欺人太甚，根本就无法度请尊龙公返去厝啉喜酒，也仍然是诚心感动天，照伊愿望将金身请倒返去厝的祖殿啊。老爷，啊你娶细爷代志延期，啊这三更半暝，托我去看你人咧办丧事哦。你说我袂讲啥话？啊你敢唔知今仔我叫你个害个？我一个人搞笑呢，我王千贵呢，我再讲哦，迄红公我跋无啦，阮查某囝蜜桃，佮我呢并无听我，即口气我都吞会落去啦，根本就无咧心情要出世。哦，啊你拍算要安怎做？你敢无听人伫咧讲，咱半暝出来哦，大路会讲话，会引起妖死鬼出来啊，那个妖死鬼哦，引来你家还奖金。老子青山落魄，安尼味道特别差，我阁要嫁你嫁啦。新鲜感差不多咧，那你开始讲咧。是你在变怪变怪哦！我开遐尔啊多钱哦，去做一对黄金杯，啊你唔卖我博红光，就是假做对啦。
所以一口气哦，我吞袂落去啦。当下手，哎，那有人欺负啊？你那个敢教我打？我跟你讲啊，我因的杨四贵哦，去恁家啦，今晚我恁该死的啦，恁的红公哦，老母都保护恁啦，我袂得算啊。直接都打。洪老爷。我是林志，你讲我叫我厝内要创啥？我是啊做冤枉的，我巴肚做枵的，我要吃你。你是假的，你是假的，可能哦，我目睭夹着小灯哦，目睭还我看到菜龟啦。我要吃你。不妙，真的是害人害未死，反倒害家己。王老爷害尊龙哥法力失灵啊，恁安的冤魂要来讨命啦。你是凭什么叫我排队啊？第一咯，啊，你若是提衫予伊收走，啊，伊会忝啦。啊，第二，啊，伊若是会忝哦，就无迄气力、甲精神哦，教我伊回啊啦。少爷，你嘛爱找迄个林义秀做衫哦？但我是要做什么衫啦？我是听人伫咧讲，这个林义秀啊，伊手工做了真好。而且哦，嘛生了真水，所以哦，我今仔日哦，专工来看卖。哎，你头前呀！喂喂喂喂，站到边仔啦！你是无看到阮少爷来哦？闪啊！闪！无你即马是咧看啥？我是看你遐尼急，是要做寿衣哦。呸！你是咧胡白乱讲啥？就算讲我要做寿衣哦，嘛是做你这个唔正经穿的啦。李林安啊，你今日是卖咧本少爷生气哦？也若无，我今日刚看你穿少啊穿少啊。我无咧惊的啦，我跟你讲，我是林秀第一号崇拜者、支持者、甲追求者。哦，你甲我听后边排好，若是轮到你哦，我会甲你叫啦。医生多谢你，这么多人排队提起来给你做啥，你所谓着我的新娘衫拢总失掉，我实在唔知啊，后尾安怎感谢你才好啦。比图，你是我好姊妹啊呢，而且你要嫁的人是林安的阿兄林庆，我当然嘛替你做一件上水的新娘衫。啊，讲到这里，唔知啊，你敢有兴趣做我的地夫啊？无代无志，讲到我这来要创啥？古仔讲，我也无介意林安娜，我想要做你的媳妇啊。哦，安尼就好啦。我本来吼搁伫烦恼，亲像林安这尔啊无出团，你若是嫁予伊，敢会幸福？相公伊无出团啦，其实你拢唔知影，伊是真有决心、搁真认真的人。我相信伊若肯拍拼，一定成功的。哦，这样你也了解伊哦，安尼阁讲你无解伊，我，你这个卡小，阿要钓起个林义秀哦，我甲你讲，明仔本少爷先来看，啊，我若无介意哦，你才来跟村的啊。你跟我妹都准拄好啊，阁甲义秀啊缠缠落去，你是来当做啥？有有有有，哎。听你这个口气，袂输要甲我冤家呢，哈！我冤家哦，无你惊啦！好好好，啪！我走啦！哎，义叔啊，咪头，你看你外口害人相拍啦，紧嘞，恁两个紧出来，甲因救开啦！啊！啊！唔正经，你敢甲我冤家相拍？真正白目！
知影我厉害啊吼！哎呦！咱怎啊来？当时哪有这么水的小姑娘啊？对啊，咱拢唔知啊。别生呀！笑啥啦？有啥物好笑啊？唔食啦！拢是你，加咁么六口，串死你！哎哎哎！麦克风，麦克风！你这配台阿囝，竟然笑笑要六一宿，讲啥物金吹才要好啊？然后五六一宿，哦，我帮你算。来啊，来来来，我你两转身来啊！林安，你卖过俩代志啊啦？这位人客，太谢啦！你的衣服归我负责，我买上你一束新衫，安尼好不？我看安尼啦，你就为我做一件特别的衫，安怎？好啦，只要我做得到的，我拢答应你。我就看你的面子，卖甲这个唔正经计较。啊，那你哦，甲你卖较注意的。阿亮，来，来等，好。送在看你啊，你头壳拢受伤啊，惊人去别去，我该买药啊。安尼哦，我恐怕总算受价值啦。阿伯阿伯，来啦，来坐来坐。啊，今仔日要留什么地哈？什么地拢好啦，安尼哦，嗯，好啦，你稍等下，我去传啦，好。林静，李头，你来啊？啊，有人客哦，安尼我来斗三工。好啊。欢迎贵哥来哦。好，谢你。这我还就好啊啦，你先去休困哈。来，加油！阿玲姐啊，你是无看人已经来啊吼？来才是客哦，人彼头哦，人是千金小姐呢，唔通让做这款代志啦！你出来去试街啦，阿店会交阿母就好。阿母啊，阿今摆店内有人客。无人跟你斗三工，我怕你哦会受过忝啦。假使你小弟能买一块钱来哦，你嘛免遐忝。哥，阿母啊，哦，我肚子枵的啦，搞啥物件好食的？哎，过来讲呢。阿母啊，你是咧做啥啦？做啥？你又搁甲人冤家相拍什么？阿母啊，啊，就小可代志，你无啥啦。林安啊，阿母哦是咧烦恼你呢。你为什么又甲人冤家啊？啊，啥人搁甲你打油膏？啊，就是新来医秀啊。就是有人哦去找医秀的麻烦啊。啊，搁有迄个哦，血塔啦，啊，所以我才。你啊，规天敢那知影冤家相拍啦，哈？你是伫当时才会当出头地啊！人讲实在春处是无平长，你为人是婚嫁不成才，还想怎忍咱的欢喜在他乡呢？你是伫当时才会当出头地啊！你乃袂晓学你大兄，规工啊，敢若你替咱厝的咧顾这个生理，这个人是不够要欠死啊！你敢有家斗相共？你哦！敢那还冤家相拍啦？爱你大兄哦，你甲你收煞啦！啊，搁有啦，敢那还要家伸长手尔啦？你哦，丢人啦！我哪有你这款的后生啊？真正是败家呢！阿母啊，不要紧啦，我这做阿兄的哦，啊，这个家哦，都给我来看。阿兄的个性哦，稍微冲动，卡袂着就会生气啦。哦，这种招待人客的代志，伊是袂晓做的啦。袂晓做，
袂晓做，唔着人个口角。袂啦，母，我相信哦，你咱哦将来哦一定会出大事啦，我哦一定相信伊个啦。你唔免搁替伊讲话啊啦。好啊，安尼唔才有气力，春节的气力尔嘛。你去甲我灌水啦，我有听到无？哦，我即摆去灌水哦。别生气啦，林静啊，人美桃来啊，你唔就带去踅街。美桃啊，你若去踅街的时阵啊，你若看到什么喜欢的，你做你提，唔免烦恼啊。好，多谢嗯。啊，这店的吼，交代好我。平安，哎，阿雅，平安啊，啊，你都莫念阿母生气啊，啊，阿雅，啊，你都莫甲我念啊啦，走，你无聊要死啊，赶紧啊，叫我出去啦，平安啊，阿母哦，前影伫外口咧看，我是要安怎甲你救啊，啊，你竟然莫甲我救啊，啊，你莫袂记咧，你当初我是安怎教你哦，去约查某囡仔，就约着美桃啊。啊！你竟然哦，叫我以后你家要冤家，就莫叫我甲你斗相共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无安尼啦，你着甲衫哦脱落来啦。你创啥？咱两个衫相换，咱是相生的。啊，你整我，我整你，我听着就会当安抚你出去。啊，这水哦，就阿兄担啦。哎，好办法呢。这哦，这是我的好阿兄。原是一嘴挂双枝，双生囝虽然是个性天差地，但过感情真好。为什么人安惨死，会变成冤魂要吃人？敢讲有什么冤情呢？明仔台讲这个时间，请记得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尊龙公解阴面线。认证素文清廷，一个人打起地行的事业，不晓得仍然是较无定性，想要到仍然参事，老母甲阿兄说要请尊龙公，王老爷跳过刁难，尊龙公就出手个架势。那仍然到底是什么冤情？那会变得冤魂要吃人？一切都要为十公斤来讲起。咱是相识啊呢，啊你整我，啊我整你，我听着就会当安抚你出去，啊这水哦，就阿兄担啦。好办法嘞，这哦，这是我的好阿兄，呀，咱去换衫，衫换完了吼，我就来选，阿姐哦，就交你处理啊，行啦。安尼就对啊啦。想袂到，连美桃拢认袂出来呢。啊，无啦，我无看到。奇怪，安尼人是走去倒位？拄仔毋是讲要去踅街？啊，对吼，我竟然袂记啊。美桃啊，是的啦，有可能吼，迄林姐吼，伊个生理上好，雄雄叫袂记这件代志啦。无要紧啦，嗯，有事业心就好个啊。我只是烦恼吼，伊个手无用，甲身体拍歹去。美桃真正足关心我诶，无，我搁来头前找看卖好啊，凡事等一下林静着搁坐倒转去啊。好啦，啊你先去，我先来。好。看我啥回来？你听说我唔知影，恁两个兄弟伫比啥物？你是我诶后生诶，我会分袂清楚倒一个林静，倒一个林安哦。拄啊伫美桃面头前，我无是为突破。是惊你对歹搞的，阿母，你就莫生气啊！我即马哪有迄落闲时间通生气啊？三斤去换换起，对阿母来共借钱啊！为什么要去借钱？啊！就咱在地边迄只船呐，啊，经过乌水沟，煞去拄着风台，过只船沉落去啊！咱所有钱吼，已经拢去了了啊！
哎，赶紧来找人借钱，一来就赚钱。就是这间啦，我听伊讲哦，张少爷足好起来啦，唔那好起哦，伊个用钱搁较多，啊，就是哦，足爱到处人做生意个，啊，是讲伊做人吼有较当心，啊，那个较忍耐的啦，吼，不得个来找伊参详，也搁有借咱钱个机会啊。是的啊，是啊，我没找你。你想？是我呐。是你。哇，你是够唔正经啊！你害我来手菜上过安尼，你还搁敢来我的厝的啊？哇，你莫胡白讲啦，我哪有跟你冤家？你唔是李定安哦？啊！哎呦，我迄个唔正经，跟人冤家相拍，是去拍着你哦。啊，张少爷，我等下绝对好好来教示，甲收你甲紧紧紧，带伊来遮吼，甲你回信嘞，回到互你满意。对对对，你有一个双生小弟，甲你生做一模一样，莫怪我认唔着人。我在想哦，就是叫你小弟害的啦。啊，是讲你今日来阮家是要创啥？代志是安尼啦，是想要吼小参详一下啦，啊，找你借淡薄仔钱。哎呦，若讲到钱吼，迄就真正袂大办啊啦，是要找你来投资阮第行的生意啦。投资恁第行的生意哦？无可能啦！啊，若要借钱哦，莫卖少想啦！我才要来看你的店，安怎倒？阿亮，是上帝，听着，走啦，走，走走走走走，刘少爷，走，讲啦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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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想要借钱，害恁本少爷手，切上个安尼，我才来看恁家，有啥物好下场啦？林静，咱今仔是要安怎？阿母，我来寻办法啦，着莫去林安啦。我又搁啥物代志啊？搁你阿母生气啦？那哪呢？你着是想着啥物办法啦？我想要去外地哦，找伊婆啦。若是哦，会当借钱。安尼，咱倒有都有机会哦，中山再起啊！借钱？为什么借钱啊？找恁姨婆，恁姨婆虽然是借有钱，不过伊是咧钱拍伫死的干的，而且吼，人阁遮尔啊当心，不惊伊讲哦，到时伊会唔肯。我看吼，你也是赶紧去甲美图带入门。美图伊后头孙真好个，王老爷绝对袂让伊查囝对咱爷些吃苦，一定甲斗相共。阿母啊，安尼袂输哦，我咧利用美图啊，安尼袂负气啦。明仔载早起哦，我着去找伊婆，若是袂用哦，我就听你的啦。安尼嘛好啦，阿母，咱两分开来找，你去找你姨婆。我来找王老爷，有只狗，两边拢有好消息。林静啊，拢怪你阿爸，这么早就过屋去，咱一日家的当当吼，煞害你咧家己的心肠，阿母真正是对你足唔甘的啦。阿母，你莫安尼讲啦，这拢是我的责任。厝内无钱，无可能啊！一定哦，你搞骗啊，故意哦搞吓惊。谢春玲呀！
母。好七八个，那边他我就知两个袂好。我跟你讲哦，阮家无需要问人婆啊，你跟我走。阿爸妈，我看到你，那不我让你七笑七笑。我老爷叫你走，你唔走，我怎么样等你哦？即摆干来，你不要跟这个拍这个。你别去走去啊！王老爷，你别安尼啦。囡仔要细汉的时阵，这是咱上方面大人所决定的代志，你别去讲话无算话啊。是无唔对啦，啊不过哦，迄阵是恁人在生的时阵呢，恁爹阿先你常常滚，我正顺阮某意来担这门亲事。我这么年龄已经过时啦啦，恁爹也无什么生理啊啦。哎，是不是恁家的米缸共当间空空空，你才来讲这门亲事？我跟你讲哦，你莫孝顺要利用阮糟囝来孝顺阮家财产。这声话是客刷波拍干落排灯蛇啊！我那爷公都无要认这段亲事了，但你有人是要安怎再当借到钱呢？我跟你讲哦。你莫孝顺要利用阮糟囝来孝顺阮家财产。王老爷，我无这个想法啦。啊，搁再讲啊，我好些年前吼，真正真心真意的爱恁米头啦。啊，而且恁米头啊，我来讲，系恁家代志啦。阿姑啊，啊，赶好走啦。走啦。走啦。阿母，我实在对不起你家阿兄。我真的是不应该啊！哎呀，这嘛是要怎？我到底是要怎才好？阿爸，你有要紧无？我无要紧啦。阿爸，你哪会当安尼对阿母？无，我哪有？是啦。是我家己无说你跋倒的啦，跟你阿爸无关系啦。阿爸，我知影你反对我嫁给林静，啊，不过我已经决定啊，我就是要嫁给伊。所以，若是你无希望以后我嫁去你家会让人苦读，你即马上好就对阿母较好诶。无喏，我来感觉你苦读啦。阿母，无安尼讲吼，我阿爸袂惊啦。惊？我足惊啦。不你什么心里有威胁无啊？无啊，我只是实话实讲尔。阿母，你要去倒，我陪你去。我，我想要去拜拜啦。好，咱来去。哎呦，啊，生个这个糟囝，啊，食我食到够气死我。哎，老爷，我来小小找一下哦。免啦，进来啦。哦，老爷，你来泡茶，莫生气。阿公啊，请你一定要保庇，你前日路会当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，让阮一个家会当脱过这个难关。假使你若答应，请给我一个想法啊。我这个家做定路要败啊！是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安尼是要安怎？假使这个家若毁在我手头的，你敢爱做工作吗？我要哪会对得起？我是要哪对得起？阿母。我知影我唔对啊，请你原谅我。我已经知影厝内的状况，我真正足该死，一点仔责任感拢无。你甲阿兄遐尼啊辛苦，把这间家，我搁伫外口一直咧领代志，我敢是人？我真正足该死的啊！我真正是人。你当呢？哎。你是哇？啊，你来拜拜哦，我来替你点香啦吼。哎呦，阿公哦，一定会保庇你啦吼。张少爷，你真正是一个好人哎，阿公哦，
嘛一定会保庇你的啦。阿母，行啦，你别去，别插伊啦。你唔通呢？李安，我真对不起你。来，你进去，先放下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哇，李林安啊，啊，无你即马是安怎？恁李家的财产要让你毁灭掉啊！啊，才赶紧走来求神拜佛咯。拜佛啊啦！李家哦，哪有你这款撩妹仔囝？无救啊！李安，别冲动啊！李安。对，去。哦，安怎？阿要冤家相拍哦？来，阿是要拍这边，阿是这边啊？啊？阿你若唔出手，就换我出手啊！哦，阿那我这边，我是连本带利把你套回来啊！你，有啥冤家？你来。阿母，你放心吧，我会重新开始，做一个好仔，我袂阁甲人冤家相拍。我伫阿公的面头前就坐，为今仔开始，我会重新振作，会甲阿兄学做生理，袂让这个家倒落来。真好，总算让阿母等到恁两兄弟啊，共同打拼的这一天啊，女儿。我总是无看唔到人。哎，什么你无看唔到人哦？你这是真真正正看唔到人哦！你头拄也是无听你讲的，你都要和丁少爷做伙吼，安尼才对啦。有听到无？闪啦！啊，闪啦！你哇！爹，我一定支持你。医生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支持我，我会更加打拼的。医生，安尼真好啊。陈建平啊！是的啦，都要听候阮大汉后生回来，我才有其他行李啦。要等到当时。头家啊，安尼啦，你就给我三天的时间啦。等我阿兄回来哦，我就亲身去你的府上拜访，把欠的钱哦，拢总拢还给你，安尼好不？是你讲的哦，三天也无闲，大家就开面相看。行。会记得哦，三天。行。是的啦。拜谢啦，顺家哦。明兰啊，刚才哦，你有安大好势啦，啊，若无这桩代志就真麻烦啊。阿叔公，你哪样来去遐久还袂回来？头家娘，大少有出代志啊！发生什么代志？阿娘啊，你着甲话讲较清楚啊！我阿兄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着我陪大少去办代志，半路大少染着传染病，向帅过身去啊！阿母，人讲土牛入海，一去无回。明明都是阿兄病死外地，也是安怎小弟会变成吃人的冤魂呢？林大兄，为家书写安怎写的？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一家得着传染病，连先生哦拢无法度救啊！伊就叫我爱好好照顾你，伊才走的回家。你讲白啊，你是安怎变的对待我？你若要提性命？你就替我来去就好啊！林姐，你不应该这么短命。
阿兄，都是我唔对啦，都是我受过费累啦，而且哦，遐尼啊忝，无你对，你就袂得到传染病啊！我实在是真后悔，一切拢去了了啊！难道我的家破人亡，永远都无法度阁翻身啊？阿母啊，你着教我做生理啊！阿兄虽然伊无伫啊，啊，阁有我啊，我一定哦，让这个家哦较振作的啊！咱这间厝一定会起来啦！袂赴啊，已经袂赴啊！做生理不是三冬两冬的代志，虽然你细做甲你那样是一模一样，啊，不过你大遐咧做生理的一套，你一项都无学着，你。阿母，是安怎啊？我有办法啦，是讲，不知你去唔去？阿母，你讲啊，为着这个家吼，搁较艰苦，我拢愿意做啦。不只，我是有甲你奶奶参详过，阿你奶奶过去娶美头入门，美头伊后头出有钱，我就讲。阿母，阿兄已经无伫啊，那有啥物路用啊？阿唔过，你家己那也是上细啊，你人拢细做同款，所以阿母想，就予你带你那也去厝边头里嘛，阿你无得甲咱斗老舅啊。啥？我代替阿兄，阿母啊，我哪有可能一个人当作两个人咧用啊？人讲母牛的西马，李夫人今年孝顺叫人人叫做人情，双生囝个性完全无同款，更不可能瞒过正人。一个头天换一个计划，会引来什么风波呢？明仔日讲这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尊龙公解阴面线。风霜的飞扬宫所主赛宝玉尊龙，相传在百年前只是一身查某囡仔得胜的团啊。后来因为帮助潘吉禄，立受了赘婿。正是要牵线的工人，伫遐咧牵线啊，无啊多拢牵无，牵无，那么就啊唔敢讲，感觉讲足烦，啊足烦，闲闲伫遐，大家闲伫遐算啊算，一算八算，阵算做一身团啊出来。啊，阵大家讲，哎，这个有一身团啊，不如吼，恁来拜看卖来，就得拜了，每日工作都足顺遂安尼。啊，这个声势风声出去，正人大大细细，大家拢在参与去遐咧拜。然后手也是拜一个久，阵一个囡仔无足严肃，有可能是尊龙下边家伊个父亲家讲讲，我本名叫做尊龙。这阵土王的尊龙受到当地人敬仰，愈来愈兴盛。为了保留尊龙的灵性，也将当初迄阵土王的金尊放伫现今新做的神像内底。你甲事业出现危机，需要资金的周转。不过，仍然去遐的文成一个乌巴，借无钱阁横口说，仍然发现代志严重，决心要振作，率团来助我借钱进前客死他乡。为了要解决债务，李夫人竟然说叫仍然嫁作阿兄去娶千金女美图了。你人拢生作同款，所以也不想，就予你带你阿兄去娶美图哩嘛。我提不得甲咱斗老舅啊！啥？我代替阿兄，阿母啊，我哪有可能一个人当作两个人咧用啊？阿母若是爱你，继续是你的大娘，而且我会对我宣布，够死的人是你。你就爱跟你的过去，来当家己弟弟，就爱以你阿兄的身份来过日子，因为过去你已经死啊，死啊。
三这个代志对来讲是无公平，嘛是让你真痛苦的代志。啊，不过你敢有想到你阿兄为了咱厝来牺牲？所以，即摆咱这个家的动荡，都轮到你来担起，你都爱牺牲甲付出。那无，咱这家若是拍落去，咱都爱去鸡鸭路去共分走去吃，这款的日子是比死搁较不如。阿母，不是我无愿意做，啊，不过我甲阿兄两个人是相识啊，阮两个人的故事根本就差天甲地啦。对，一定会互人看破骹手，会白了讲的啦。你无是恁来知影，阿母知影你心肝内，还佮你挂个义手，你真介意。伊嘛真介意你，阿母爱你去娶你无介意的美图，爱你放弃你心肝内所爱的人，这是真艰苦的代志，我知影。算是阿母对不起你，如果你甲我想到，我嘛袂当让你的大兄白白来死。即马即个家。我全靠你啊，你难，阿母对不起你，阿母甲你跪。阿母啊，你莫安尼啦，我会听你的话啦。用阿兄的身份哦，过日子，把这个家哦打起来。医生，我甘愿失去生命，嘛唔愿失去你。啊，不过我有责任，把阮灵界还起来，袂用让阿母后世人无依无靠，请你一定要原谅我的决定。林静。你外地回来啊？啊，你来这有什么代志是无？医秀啊，我是来跟你讲一件歹消息。什么歹消息啊？我的小弟林安，伊在外地，用枪判毙死去。我是来跟你报丧的，请你来参加伊的丧礼。你是林安对无？不是啊。你卖假啊啦！你根本就是林安，假做林静来吓惊我的。我拄则遐么起来吓惊着，哪有人安尼啦？摕家己的身世伫滚生笑。好啦，我是林啊，我拄则遐么起来惊着呢。我无骗你啊，你看，这是好文。想超过哦，做戏搁做砖头的，连这副文拢写好啊！我不准你安尼甲你拍这水。我知影，只是你无法度接受这款的代志。只要你参加阮小弟的丧礼，你就知影我讲的拢是事实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林秀啊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李林安哦已经死啊啦！好，加载你无嫁乎伊。林秀啊，我甲你讲。其实哦，我早就看出迄个李林安哦，伊是一个胖头短命啦。你甲看，对档啊对档，即摆已经叫阎老王收去做囝婿啊。啥啊？李林安死啊？哦。系啊。哎呦，爸仔死了早啦，要也无你戆戆啊嫁予伊，啊他这阵酒馆呢，安尼我这世人唔着拢无愿望。林静，
平安感觉是过身啊。哎呦，依秀啊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天公伯啊，超过伊安排咱两个人做伙啦。行，我即卖就带你来游山玩水，兼食饭啊。对啦，对啦，嘿，啊，这张少爷吼，生做这缘投吼，还阁这么好嫁啦，这款机会吼，来，你就要好好珍惜。啊，张少爷，阮早嫁吼，都交代给你啊啦吼。问题，没问题。伯伯，你放手，你放手。卖歹势啦，打恁阿母即马就同意咱两个人做伙啊，敢毋是咧啊？拢怪我之前想过花蕊啊，才会甲家己甲伊想，比甲即款的地步。呀！我不管，你放手。真正毋是恁啊。你不可能把酒酒给夸张欺负，你啊，你啊，真是啊！我不，我不，只是让我独了伊，我想要来老婆啊！哎呦，依秀啊，你哪会讲安尼啦？你走啦！哎，秀爷，我不是要看到你。依秀，我知影林安足介意你，我想，伊无希望看你这尼啊艰苦。请你爱坚强，你敢爱我？你在世的时候，哪会袂甲我讲伊敢爱我？啊，我即摆嘛无机会甲伊讲，我嘛敢爱伊。伊秀，我总算听到你讲敢爱我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无迄个福气娶你，我一定爱娶美都才会用。哎，伊秀啊！婆婆，婆婆，你安离开我，婆婆。哎，依秀啊，依秀啊。哦。这位少爷，啊，但这阵吼，会用请离开啊。我给你拜托啦，唔通吼，搁伫遐刺激阮糟蹋呢。俗语讲，路头钉心，路尾剃腿。你安这么爱依秀，伊敢真正发多叫做阿兄去娶美图呢？不是来念香的，阿亮啊，哎，趁今仔日这个机会啊，看好清楚。是，咱做人啊，就不要想过摇摆，阿嘛不要想恶情，这样就是报应。你，你说啊，哎呦，你说，今晚你别看了，今天真让人骂你啦，阿母。你别怪我，依秀啊，啊身体无爽快哦，你踮咧厝下头啊，你莫来遮咧，遮是要创啥啦？哎，依秀啊，你是咧创啥啦？你把我气来啦！哎呦，当然是透个歹气心啦。在我身躯内，早就已经是我的翁婿。就算讲爱我替伊守寡，我嘛心甘情愿。依秀，你搁才尔少年，唔通才尔戆啦。美彤，你莫怪我。林静，敢会当麻烦你替我点香？我来甲林安讲，讲我来陪伊。李林安啊，李林安。伊受遐尼好个查甫囡仔，为你遐尼伤心，甚至甘愿卖名声为你来守寡，你安尼伤害伊敢对？伊哪会遐尼啊无用？伊秀，你看我，我有话想要甲你讲。
林静，你是要讲啥？我想要跟你讲，你莫阁想林安啦，你是一个无负责任的人，根本无该带你起来。阿达，你看啦，你家的人都安尼在讲啊，你阁面皮遐尼厚，阁徛伫遮哦，紧甲阿母来转啦。阿母甲你保证，一定哦，甲你找一个更较好的人选。阿妈，但我上介意哦，就是恁家的衣袖啦。啊，虽然恁家提亲。哎，哦，这是恁家的灵堂呢。你这公家干嘛想鬼混啊？哎，医生，大哪部啦？医生，就莫想遮济啦。我一定会甲伊斗三工，甲这个家撑起来。丽姐，蜜桃，你甲你讲话，你想听着无啦？蜜桃。你就先回去。蜜桃，我看，无你先回休困啦，让林静在遮好好静一下。为甚么老母安尼声声恳求，仁安决心要放弃身份，改上爱义秀，一世人嫁做阿兄呢？李伟仁嘛对我放风声，讲仁安是破病死在外乡，然后照当地风俗来庙拜拜，请尊龙公坐镇，也要娶四爷王老爷，因为伤过无礼，那请无尊龙公，搁当场好架势，伊一到开土没落的，安生要来大闹李家。有什么声音吗？你敢有听到？无嘞，阿母，无，你出来看卖啦。别鬼呀！本王在此坐镇，谁敢作乱？是你在变鬼变怪哦！我开遐尔啊多钱哦，去做一对黄金杯，啊你唔要我博红光，就是假做对啦。所以一卡开哦，我吞袂落去啦。没事没事，别小看这样。这啊，是谁在动下手？哎，那小红起舞啊！哼，你若去敢教我读，我甲恁讲啦，我因个夭死鬼哦，去恁家啦，即摆我恁该死啊啦，恁个阿公哦，老母都保护恁啊啦，我袂算啊，直接脱光。王老爷，你是？我是林静。你讲我叫我厝内要创啥？我是啊做冤枉的，我巴肚做枵的。你是假，你是假的啊！可能哦，我目睭诶夹足小洞哦，目睭下位拨看到菜瓜啦。我要吃你。啊！别看了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吓我了，救命啊！拜下，我是李林安呐、啊，想要欺负我，无遐尔简单呐、啊。想要到仁安只有结伴做冤魂的时阵，才我都做回家己。
一部二妈外太子，敢真正袂憋空呢？阿公殿下，旁边卖苦的。阿公，拜托你救我，你救我！阿妈呀，你来从啥？去阿公寻找我？不可能啊！阿公这摆来保护我，阿公去给旁边寻找了，去了。你乖，你不可能啊！你乖，你别保护我，你乖，你保护我，你乖乖。阿公，我奶奶在家。阿公，原来是你救我，多谢阿公救命之恩。你起来吧，你将本王的金身为火场中救出来，本王当然爱答谢你才对。以后若需要本王斗三江的所在，你就甲芳山绑在风吹顶头，风吹若飞上天，本王就会看见。到时阵，本王就会派人来助你。芳山绑风吹，芳山遐尼油。是免了把风吹放去天顶啊！只要找到幽精灵，芳山自然都袂断去。你可以回去了，去吧。阿弥陀佛啦，你总算真醒了啦！阿母就烦恼你。阿母，我即摆已经决定啊，安即摆。就去王老爷遐提亲，予弥陀赶紧嫁予我，安尼哦，就会当解决咱家的问题啊啦。阿弟真好啊，阿弟真好啊。小鬼东艰苦的前途，有诶装观音，有诶装耶稣，人生一个死，囡仔的未来嘛从此改变。尊龙公谁会叫伊继续扮演假新婚？竟然敢真正娶着弥陀呢？明仔日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尊龙公解姻免线。在民间，信民金尊的做法有四种，也就是一纸二土三木四金。贵阳宫的尊龙宫祭祀是为拜土王啊转变而来，连后来新做的尊龙宫形象也是用土做的，而且所用的土更不是普通的土。要装这尊土像，叠加拢已经初步拢好啊。这个更加还袂好的时阵，迄个是左人无曾经想迄个立体，过当时若过去就过当就落来。建高起，建落来。我不只话唔敢讲，无爱跩土，伊拢无爱，即阵也无爱。爱叫渔民，甲载出去外海，伊要搁种树，伊个即样金身的土，就是伫大坪顶厝的。较早为了保佑尊龙公阿好阿派去，就去世间草料来祭祀。随着阿摩降前尊，飞龙宫搬来红山，信众嘛四散各地。但是闹庆典，大家原来会半工来参加，来答谢尊龙公的照顾。
仍然接受老母的提议，要假扮做阿兄去娶千金。啊，李有仁嘛将尊龙公请登去厝的主丁，请无神王老爷，伊是叫魂在心，害尊龙公法力失灵，搁害李家都火烧。仍然无死，救出了金星。在尊龙公的开示之下，伊决心要用假身份去公亲事啊。老爷讲哦，今日你带出破病啦，走啦走啦，甲赵无天听伊无啦。阿母，你伫创啥？无啦。立刻。哦，是是是。阿母，林静，真正足歹势，阮阿爸竟然对恁遮尔无礼貌。不要紧啦，恁阿爸刚才才破病啊。阮阿爸吼，为昨暝转来了后，就一直心头袂定，到今嘛还阁关伫咧房间内底袂出来，我实在是足烦恼的。敢会真正让我惊到破病？啊，那你是变怎？你甲林静分手，是免我阁拖呢？林静啊，那边头因阿爸。想听小米头的，所以你紧去考考米头啊！看是要用什么步数，坚持啦，唔通搁中途啊啦！好啦，我来讲看卖。林静，你啥物拢唔免讲啊！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一定爱老实跟我讲。你问啊！你敢有爱我？无论我是好爷还是善者，你拢爱我一世人。这。我爱你。我一定爱你到底，安尼就好啊！我等你一句话，已经等足久的啊。这就等的，阿母，你搞笑了，当初我会见啊，因大阿公阿姐，就算我徛到死哦，我嘛无可能见，咱家人呢，一见就对。来啊，哦，给对了，赞了赞了。阿爸，哎，是这样，哎，给破病，给破病，给破病了，我就艰苦呀，我人咧破病啦，米头啊，阿爸吼就是强吞念着你，你莫去啦，阿爸好啊，用病啦，阿爸。做不假不好，是要来跟你相识的。阿爸，我知影，你无欢喜我嫁予林静，不过我真正无意要迎接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你若是同意，就请你来坐大位。不过你若是坚持无同意，那安尼，就当作你无生过我这个查某囝好啊。查某囝只卖甲你夹头，后世人再好好甲你友好。阿母啊，你倒来讲这个话啊？我话无啥对人哦。咱两个小姐吼，约出来。对，我这个个性哦，不约出来害了了。去。英雄，麻烦你把做好的新娘衫摕出来。什么新娘衫？米头，你这么想在讲啥？阿爸不可能答应。阿哥啊，把小姐抓到。小姐。阿爸，你莫再给我阻挡啊！我一定要嫁给林静。因为我已经
定是伊的人啊！伊讲啥？真的还是假？无啊！你这时候未讲啥？我跟你讲，伊讲的不准算哦。阿爸，代志已经变到安尼啊！你若是阁无同意，我嘛嫁不出去啊！阿伯，你就先转阴啦。我相信林静一定会好好对待美图的。好啦，哎，我先转你的定，不过有一个条件。既然恁遐尔急要成亲，那呢，只要恁一天内，把新娘衫甲新郎衫做出来，我就答应恁拜堂完婚。一天内，哪有可能啊？啊，当然嘛无可能。啊，咱连咧想要做占事的，都已经放弃啊。我看哦，你也是放弃好了。这些哦。有好戏通看。稍等嘞。李头，你的新娘衫。林静，这是你的。李秀啊，你哪有我的新娘衫？这件衫原本是林安的。林安，我本来想讲，总有一天我会嫁给林安，所以我早早偷偷的伊的寸笑，把这件新娘衫做好啊。既然伊即摆已经无伫个啊，我老来嘛无路用啊，我就把这件衫送给你，就当作是你阿美头的新亲好礼。这是伊叔做给我穿的，我煞穿这件要去娶别人。李头，我真正足欣赏你的，会当甲家己喜欢的人成亲，一宿永远做伙，真正多谢你。一宿啊，啊你答应我的代志，你敢要记的啊？我会记的，我有答应你，要送你一件特别的衫。真好真好，安尼吼，我即马爱你替我做一件新郎衫，等咱两个人成亲的时阵吼，我再甲穿起。也毋过真可惜，我已经封尖啊！从今以后，我袂甲任何人做衫。哎，伊是话，啊，恁哪样安尼讲话无算话啊？阿伯，你开出条件，我拢已经替因做甲到啊。即马，你是毋是能答应的婚事啊？是啊，王老爷，你有钱有势呢，你袂用讲话无算话哦。想跟我讲话不算话，我答应你啊，提500块来，不免讲。500块，阿爸，你这分明就是超过一点刁难咯。什么的刁难？还假造假讲骗金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呢。就是我王千贵的造假呢，500块哪会嫌多？你干那连500块都提不出来，假讲你过去因家的外幸福，遐骗人的啦。阿姑啊，我讲的是不是？对，老爷你讲，拢都是对。林静，碧头，这件代志我嘛不做跟你斗三工啊。玉秀啊，你跟我斗三工遐尼济啊？好，阿伯，既然你已经答应我这件婚事，天经我就会去想办法。哪有你讲的这简单啊？500块呢？咱是要去倒位借？我相信哦，天无绝人之路啦。以后若需要本王斗三工的所在，你就把芳线绑在风吹顶头，风吹若飞上天，本王就会看见。啊，对啦，王公有甲我讲过，若是要需要伊的时阵哦，就把芳线绑在风吹顶冠。风吹飞到天顶，伊就会看到啊。到时阵哦，伊就会派人来甲阮斗三工。即马哦，就是需要伊的时阵啊。芳线再摇着，小舅会就回去啊。这敢有法度？人讲一物一物低，讲破唔值钱。芳线一日摇就断，有情人的芳线，敢有法度放风吹？
再游着，小气话就回去啊，这敢有法度？只要找到幽精灵，芳山自然都袂回去啊。有一项的芳山，就是新龙山顶冠的山啦。新龙山顶冠的山，我来提新龙山。阿母啊，我是安尼做，欺骗你头的感情来救我，我安尼做敢好？他暂时到这来呀，咱嘛无丢毒的时间啊啦。该是本王出马时。你最近是不是有得罪什么神明？要不哪会安尼上甲白白去啊？你别莫玩，你别玩，你别莫玩，你别玩！啊！哎呦！你闻下了丢！啊！你死了，我别讲啥！阿哥，哎，拜啊拜啊！伊可能无唔对啦，咱等哦，其他你你会去袂？我无时间心望解，后悔，遐人讲遐心拢甲烧掉，是毋是这个原因啦？王老爷，你看。你把阿公的神明衫拢烧去啊！不过你上间的衫穿袂得啦。对对对，是嘞。哦，你用的是我旧衫，有啥物办法当我改？只要你替阿公做一件新的神明衫，伊若满意，你这怪病自然就化解了。新的神明衫，阿哥，你有听了？刚才消息都紧。讲出去了，心人我都做个心明嫂，不能开我的钱，我该给。老爷，你讲安尼出个400块，要做只哦新的心明嫂，哎呀，阿公啦，无满意还是要安怎？啊，无满意，那边给添100到500哟。我有钱要加一块嘛，紧啦。500哦。哎啦。哦，你平常时咧当生意呢，还是大方？好啦，好啦。阿伯，阿伯，好好好。哎，老爷，要解啊！五百哦。哦，你无反应哦。哎，嘿嘿，500。创啥？阿伯啊，我是不是会当做出阿公家的新衫，着500块啊？你，有啦有啦，你老在那做吼，我赶快给你500块。林静，阿你也袂晓做新衫。那是500块会当做聘金，我就会想办法啦。林静。凭你也想要做新明衫，赚500块，钱哪这么好赚哦，嘛轮袂着到你啦。阿亮啊，哎，够事了，我听来。好。哎，你是咧创啥？我新来的呢。哎呦，新来就是新娘心，是谁爱先甲够事听来，谁才赢，知无？谁？谁啊？医生，这够事牌是我听的，是不是当我试看卖呢？哎，你来讲安尼啦，当我拆这故事，本来就是要给你的啊。你听天上好，那安尼你就不用跟我讲你已经封建啊。你答应我的代志，就要遵守。哎呦，啊你先怎啦？
你唔着卡手较紧呢，五百块呢，无论安怎吼，这条钱一定要给伊赚起。阿母啊，你好家己小静一下好无？伊受天的心衫，一定会当予阿公满意。啊，不过我还有啥面皮，拜托伊少甲我斗三工。少年的啊，既然来啊，谁人搁当外口丢丢的？你是？林静，你哪来？啊，这位是李林静，阮家吼。无欢迎你啦，请你出去。稍等下啦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会当让你的查某囝甲新明衫添好好。您敢有想要听？三班唔在安尼，啊，你有赚钱的方法，你唔着爱赶紧甲我讲，拜托的啦。啊，到底是要安怎做？林豆豆啊，听我讲，就是讲辛苦无钱，就对欠厝上山。伊受几工失魂落魄，准侬讲是要怎帮助伊添好新面衫呢？只要林静犯罪是平安，当伊受添新面衫的这段时间陪在伊的身躯边，伊受嘛该当作是平安。无的确，伊就想起伊的手艺来完成这项任务了。你是吗？你是安怎？无法度啦，我嘛是赶快无法度来当作是临安。歹势啦，林静，我接这份工课，原本是打算讲会当成全你甲美图的婚事，嘛会当让恁李家重新搁振作起来，嘛算讲是我对林安做的上尾仔一件代志。袂要紧啦，你甲我斗三工，我袂甲你说多谢的。是讲我请假安尼啊，你也无甲我当作是担心。你只是外表像林安尔，也毋过你根本毋是林安。林安伫我无欢喜的时阵，伊会讲笑话互我欢喜，甚至伊袂好受到任何委屈。虽然讲伊常常了我生气，也毋过我知影，其实伊是要引起我的注意，互我更加关心伊尔。医生，我就是林安，我对不起你。林静，你敢会当参像你小弟同款，把我家己当作是林安？会用啊，我就是林安啊。医生，你即马也著跟我走，咱离开这个所在，去过咱的生活，你讲好无？医生，真正是龙山，是你做好我的，你嫁给我好无？林安。林静，我拄则真正差一点仔你骗去，我的手刚刚都断来啊！我即摆就来情况卖咧。林安，唔对，林静，你敢会当我过去？为什么？刚刚我的妹仔搁较像林安，不是。我今晚就是看到你，我就想到恁兄弟，我那是要哪尼做？
医生，我欠你太济啊，后世人我才来给你报答。这时已到，已经拜堂了。医生将新民衫送给银行，也得到尊龙公的寿杯。一箱500块聘金，王老爷唔乃家己出，嘛无理由搁再反对亲事啊！一拜天地。原来是记载人间传，拜堂啊！仍然个弥陀正式做阿母啊！这段天大的骗局，注定爱造成无度挽回的伤害。为什么尊龙公要促成这一切呢？明仔台工作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尊龙公解疑面线。仍然去提亲，处处比王老爷刁难。但省是一日来爱做出新郎衫甲新娘衫，后来阁要讨聘金500块。尊龙公要帮助仁兰渡危机，都用一件新民衫来订输赢。但伊想问讲，一种空缺接落来，对咱帮助旅途，想要到说亲手将翁送予人。新民衫一个做好尔，王老爷就等于是聘金家己出啦，安怎讲伊嘛唔？所以只当乖乖将宝贝千金嫁给李家。这段姻缘到底变啥款呢？阿公啊，我来讲哦，你遐宝贝，阮查某囝伫咧你家弄球，知影？我来咯，我来咯，我来啉喜酒咯。遐多啦，这时已到，已经拜堂咯。拜天地，拜一拜天地，拜酒，哎呦，卖搞恁妈啦！来，我来给你换衫，咱今仔日较早困的好不？咱一个伙仔三个人，总算是会当做伙啊！三个人，是啥物意思啊？我巴肚内底已经有你囡仔，好你家在，我已经嫁好你啊，我才甲讲出来。已经有我的囡仔，哎呀，美大呀，哦，你这嘛是大姓大名呢？你巴肚内已经有我的金孙啊！你哪会做这粗重的工作？阿母，这拢是我应该做的啦。你已经做真济啊啦！你唔那个所有债务拢还清，啊，而且哦，搁予地行重新开播，阿母已经唔知要感谢你啊呢。阿母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咱即马已经是一家伙啊。
来啦，你先去休困，这我来做就好啊。你。老爷，你看小姐。哎呦，俺查某囝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哦，这这尔粗重的代志哦，你交代会交，这人去做，你是做要创啥？阿爸，过来，我安尼唔甘的哦。爸，请假啊。阿爸，免叫啊，恁姐啊，我那是唔甘我查某囝未得啊，俺对你吃苦啦，我唔只提钱出来，再到你进地行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若无好对待我查某囝，我把所有钱都收得，好几个店走，走。爸，你奈啥奈讲啊？好了，不会当讲啊。别啦别啦，我绝对会甲你拖啊，小命命啦。像我是安尼啦。阿爸，你无代无志，讲这是要创啥啦？创啥？我就是甲我讲啊清楚啦。我烦恼，伊无知着趁钱去拖累着你啦。我即摆咧讲咧，你知影？卡认真诶啦。我知啦。阿母，即摆出去办代志，走。我要不干脆用我的证照了。爸爸，亲家啊，这啦，我来泡茶了，你来。哎哎，别别别别，我跟你跑了，阿哥，你跟我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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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杨，快出去，这这。阿母，歹势啦，我阿爸伊。我绝对吼袂亏待恁老医生，我会甲惜命命。是啊，文成啥呀？恁家嘛真好个啊！你做丈母的以后嘛好日子通好过。我随叫伊出来，吼！医生啊，叫伊出来哦！阿母，医生啊！阿母即摆要甲你讲，我决定哦，要甲你嫁予阮姓少爷啦。即摆无论安怎，你一定爱听阿母的话。阿母是真正为你好啦。你听阿母讲，人阮姓少爷哦，伊是确确实实真正。阿母，你莫阁讲啊！你爱我嫁谁，我都嫁。真好，真好，你要嫁我，真好，真好。我凭啥物要甲伊做事？你头即摆已经有心啦，这个家我嘛要甲伊放起来。这个时阵，我袂用有啥物事较惨。医生，我实在是对不起你。阿公，在这世间，我已经无什么好留恋的呀，请你有理有节，让我跟你安，后世人可以当做翁阿婆，你若无执着，我去黄泉路上陪伴伊，阿公。如此痴情的女子，本王就成全你。丁爱，你等我。我要来找你啊！连真细只的狗遐拢知影珍惜性命，这人哪会袂晓珍惜呢？神呢？你哪里家？你唔免问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要去找林安？我唔对，搁要去找林安。哎呀，憨查囡仔，
就准讲你要去找林安，嘛唔免去黄泉路上啊。敢讲你有办法？你会当学古早的人去学地道，只要你学会着黄泉之水，就会当看到你想要看的人。黄泉之水，那呢？我是要去倒学啊。我会甲你指点，也毋过你要下决心。尊龙公帮助上山兄弟交换身份，如今我安排义秀见仁安。仁安结伴做阿兄的代志，敢袂不空呢？义秀啊，你即卖是创啥货啦？紧起来啦，紧起来！阿母，你莫甲我阻挡，我一定要学到黄泉之水，我要去见仁安。你是着啥心啦？紧起来，替阿母来等。你莫管我了。林少爷，哎，你什么气笑啊？哎，义秀，义秀，你是在创啥啊？美桃，我特别看到林安啊，只要那乌毒黄泉之水，我跟林安对咱个做伙啊。什么黄泉之水啦？这是无可能的啊！林静，是要安怎啦？义秀，伊是不是破病啊？义秀，义秀，义秀啊！哎，阿公啊，我拜托你啊，赶紧去救伊秀，唔通哦，让伊遐尼啊戆啊。那是我阿姨安尼做的。为什么？只要伊有法度摕到黄泉之水，你就会当做回你家己，伊嘛袂起任何疑心，安尼对伊、对你，拢是上好的办法。对吼，多谢恩公，多谢恩公啊！先唔免欢喜到遐尼啊早，你爱把握即届机会，予伊将你放袂记。伊若离袂开你，是害着伊，知影无？阿亮，进来，把这个坑推起来。少爷，敢讲你真正相信，才会使学着黄泉之水哦？我的用意是要让伊想知影，不管伊安怎学，拢无效啦。即马你应该已经死啊，我就是不爱和伊两人相见面啦。安尼你知无？好。好安那安尼啊？这王母奈何风气这么大？刘文信，啊！你是谁啊？我是李林安，这是黄泉，你是要教我去人间做花心？小爷，这是要卖命啊！卖啦！我跟你也无熟识啊！卖，你卖来找我啦！阿娘啊，进来！我靠，用袂止啦！进来，进我来走，进来！小爷，进来走啦！真正是恶人有胆，吓到就走了。我来跟伊说道。什么人替我学的？敢讲是我的心胸敢弄成空白啊？我已经学。
林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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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家啊！林安，家是谁的？谁敢知啊？爹你无爹这段时间，我做心里，我嘛就艰苦的。我知呀，我啥物拢知呀。你知呀？你哪知呀？因为我嘛甲你共款，做伤心，做艰苦的。不过我即摆就发现。因为快当跟你做伙啊，林安，你敢会当答应我？你莫阁离开我好无？医秀啊，你来遐遐戆啊！林安，你答应我，你莫阁离开我，我求你，你答应我好无？我答应你，我的阿拢会伫遮等你。林安。但我半边吊肉尿半死，看有吃无病休息。尊龙公叫人休息，林安敢会用心搁在家己受机转呢？虽然林安顺利结作阿兄来娶了蜜桃，不过人的心不是讲话要变，就随我多变。伊根本就无法度将蜜桃当作家己某来看待。叶蜜桃一心要哄他红婿，却什么两处被拒绝呢？害嘛渐渐的起疑心啊！这段错过婚姻，够我多动多久呢？冷静，伊一定有啥物代志隐瞒我，无伊哪会对我遮尔啊冷淡？三更半夜，佫偷偷走出去。今仔日，我一定要带出去看卖。林静这么晚了，跟我袂睏，是要走去倒位啦？奇怪啊，啊，这两个是在变啥鬼啊？别看。早来就要创啥？林静早来才换衫，是要创啥？真是来甲伊想约会，你两个你创啥？你讲，你这个无良心的人，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还对不起我？蜜桃，我，蜜桃，你误会啊啦，伊是林安，不是林静，你看伊的穿衫无同啊，你是真正偏笑，人家规日都混不出来，你林安已经死啊。你是林静，我为房间对伊对到这，看到你这约会，你两个人，一个是我的好姐妹啊，一个人是我的红婿，
你说到底还不回我？你为什么要去追台湾？你讲啊！你现在是认，还是认真？感觉你在欺骗我的感情。上一公遇到草埔失掉食鱼，李楠特地将朱龙公的提示放未记啊！唔那无甲义秀相识，佮爷爷来甲伊相会。如今唔那叫米头发现，义秀嘛对起疑心啊！李楠假扮做认真的代志，感觉发到暗坎呢。早期医药无发达，民间认为瘟疫都是瘟神的作怪，也来找神明斗三工。进前阿摩港地区瘟疫真厉害，尊龙就请圣庙甲神王来斗三工，三位神尊做伙来渡瘟疫。故事是差不多伫民国八年至九年的这个时阵，啊，因为阮伫阿门较早是叫做阿门港庄，哦，阿门港庄之后发生着一个瘟疫，哦，啊来请示尊龙看是要安那处理这项工课，尊龙有指示，哦，叫阮过这个台南大天后宫，哦，啊甲古城神王爷庙，求着一支大天后宫的妈祖灵旗，啊甲古城神王庙的神王爷公的灵旗，做伙都运景，好了，哦，即阵瘟疫都已经消毒啊。秘书当中，尊龙有消毒瘟疫的行为。配合尊龙药签，瘟疫会当被控制。但是这是早期的民俗疗法，如今科学发达，已经无人在求药签了。下礼拜尊龙宫改营门线，精彩大结局。囡仔的身份随便别空啊，见唔到红的蜜桃，佮爱唔到人的蜜秀，是变怎面对这个骗局呢？一段背袂清的世界关系，竟然牵扯到一单恐怖杀人事件啊！表上未到的精彩结局，你千万袂当错过。也有新单元《尊龙宫顶地山》，作为来看地神尊龙宫安怎守护被纠缠的地山。人讲家好办事兴，家不好办事穷。地行老爷请来两人去屯祭，因来追祭出会。地后要未修成，又被斩头。事后大伯说，初见兄搁请做礼品。尊龙宫想怎帮助要未入门的三房大一切呢？老爷死里好生是正人听。你现在要假空假空，这段家运尊龙公是要如何改？下礼拜讲这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尊龙公顶地山。